虽说央视前主持人李咏已经离开了中央电视台，改行当起了人民教师，但近日李咏又因参加老东家中央电视台某大型舞蹈类励志公益节目的录制重新亮相舞台，现身上海。当天李咏戴着墨镜一袭黑衣从机场走出来，步伐轻盈，心情大好。期间不仅有专人全程护送，更是毫不避讳地抽起烟来，发现有路人拍照时还大方向镜头招手。随后李咏便乘坐劳斯莱斯专车离开了机场，大牌气质丝毫不减。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经典汇聚，口碑之作，夏洛克带领超能少年杀出领界，优酷英剧频道重磅上线，碎意英剧尽在优酷。